通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我来欢迎支持的，咱今嘛第二段倒转来，又换甲咱月圆，哦，咱这个吴月圆哦，讲伊相克财路，你看伊安尼一幅图安尼哦，其实咯，唔免讲迄个构图，唔免讲偌复杂啦，敢若一双手安尼，拗拗拗安尼就会当。画家安尼吼，拢想着，互咱想着讲，咱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厝内也无啥物佚佗物，啥物拢无，啊有电话有五折的，就爱轻轻啊点咧。啊，你随离开，你就爱随较早有诶乌乌诶安尼用船咧，对哇？用船咧，啊，迄落都毋通点伤久的了电咧。安尼咱就会当囡仔人安尼就会当耍甲安尼欢喜干呐啥？吼啊，咱即马倒转来了后，咱啊搁教月圆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的音乐阁继续伴奏，啊，咱的这个背景音乐袂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这个啊，这道呢，这道是即摆过来吼，这个就是迄、那个白千层嘛。嘿。即摆即段，咱即段伫讲这个道，拢差不多我去遐，阮早孙阿遐上班的时阵画的道，吼。哦白千层就是迄个白千层路边吼，伊个树，对对对，啊，伊个这树啊，吼，伊个树啊，树啊皮的吼，相思树的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开起来白白，即阵啊，当伫开花吼，啊，白白那像咱，迄个可以当家剥一剥一皮，剥一皮起来安尼。对啊对啊，无伊家己剥的，毋是咱家剥，伊家己练嘿。对，所以讲吼，为即丛树啊的迄个啊，互我感受足深的啦，吼、嗯哦，因为迄当阵啊，我就讲我透早遐早就去上班吼、哦，啊上班就公车落来，我伫坐印，应该是坐，迄当阵一个六点坐印吼、哦，啊就行对迄个过的时阵，感觉讲、嗯、哇，这丛树啊，奈遮水，唔是伊拄咱迄当阵啊吼，拄春天的时候，我画的时阵是元月23号，吼、哦啊，你去看。迄当阵头过年前，迄当阵也阁真冷，啊，透早遐出来月也袂落，啊，迄风来吹来吼，迄树啊变过来吼，迄边是伊的背面是银白色的、银色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哇，哪有这款树啊，遮尼水吼，嘿啊，啊，我就感觉迄个咱讲爱要写诗的时阵，迄个感觉来啊吼。笔纸啊，紧摕出来吼，紧写下来吼，先给想到啊，紧先记记起来，无等下过卡心就袂记哩。我听人讲，这吼，咱讲诗，迄届阮迄个老师的妈妈甲我讲，咱这个艺术家吼，甲迄个咱讲天才与白痴者一线之间呐，记了吼，嘿啊，伊讲啊，咱艺术家人那笑的人看，你知无吼？人讲哇，啊，这查某人的小查某啦，惊惊的吼，啊停的遐，啊咱是伫吐啥话安尼啦吼，啊咱无管伊遐济，咱家己想着爱做，要紧做起来吼，这就是咱知影讲咱家己要做啥物话，所以嘿，所以讲咱甲笑的，就是差一个分别，讲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对。啊！啊！伊安怎画这张吼？就是讲，哇！你的感受足深的，所以我用的，嘿啊，迄颜色吼，用到迄个安尼足深的，就是你的感受。迄落啊，我就拢会挖起个摸迄个树仔皮，你知道吼？哇！迄树仔皮摸起来安尼吼，你看，无安尼，无那那红的啊，皮肤安尼吼，伊的色可是咱的皮肤色，吼，伊迄乌壳迄个。拆开了后，一圆一圆吼，啊，我来感觉讲，哇，佫亲像咱红影的迄个皮肤安尼吼，幼咪咪安尼吼，对啊，啊，所以我翕相死了吼，转去紧个接接画来吼，迄人阵啊，我是用国语写，咱来读国语，感觉较有迄个啊吼，用华语来读吼，哎，乌黑沉重的外衣无力着洗，留下片片斑驳。不自足，伸手抚摸他伤痕累累的皮肤，竟如婴儿般的滑嫩。想古代造纸是否你给的灵感？晨曦夜光下的嫩芽显出银白色的牙齿，还没有立春，你已迫不及待的亮相与月亮的独白。夜昏星稀，眨眼微笑。不管忠孝东路上早起的车潮，半边月亮泻着独白，映着地上滚动的月圆，陪着你一起散步。
你有感觉讲去人阵仔的迄个感觉就很深刻，对啊。啊，转去紧，我那安尼转去吼，较紧煮饭，转到厝拢早五点外嘛吼，然后六点，六点较紧饭煮哦，阮爸爸食吼。我吼，爸爸你紧食食，我怕我要晕倒。啊，就提出来，就紧把迄个感觉紧画出来。这就是讲，咱迄个阵啊吼，嘛画甲足变色的吼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灵感来啊！你即摆你若个解单的灵感要想袂起来啊。对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个白先生吼，所以我常常即摆人出，甲人行到顶看落迄个树啊，吼，我就给讲，恁给望看卖啊，吼，那红的啊，皮肤足水，足优的安尼。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对。对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这个啊，那。伫个即个诗人啦、啊、吼、画家啦，伊会干种，你普通人看是一张树啊，啊，但是咱有另外一种身份人看，佫无共款安尼。所以讲，啊，佮比讲阮啊，以前吼、喔，阮有去带者读册会，读册会毋是讲干呐读一本册尔，迄个读册会你会当读一个树叶啊，啊是讲读你一双手，看你的手纹，讲你即世人你即双手对哩，啊你做啥？啊！阮去看迄落青啊树啊吼，有诶吼，迄镜大完了，将迄老母安尼包啊，安尼甲伊剪入去安尼，迄老母安尼敢若强要迄落袂当活落去啊，爱镜拢红升起来安尼。我讲哦，啊你怎么侵占了我？你怎么勒死我？啊，这个一颗母子的缠勒绞杀啦，因为伊嘛分。下骹迄个伊个筋哦，分袂出迄个，迄是母亲啊，是因囝安尼，按旧田做一过安尼。啊，所以讲我毛写一首迄个缠勒绞杀的那个树的那个迄个诗安尼吼，一定讲我再来亮相。今仔日主角是你，啊，我倒卖讲伤济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咱这个。哇，这有影是啦！这个你看哈，一张足古锥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这嘛是白千层，你看迄叶啊吼，咱再想是叶啊安尼有无吼？甲拄只迄个是共款的，共款的吼。对，无共层。我讲的，这另外叶树歪啦。拄只歪迄个是透早吼，要上班看到的。啊，即张是下班的时阵看到的。看到树啊，看到。见摆我若下班吼，我讲甲早五四五点的时阵吼，行了过奇怪，啊见摆迄鸟仔拢伫迄两丛树仔顶啊，吱吱啾啾，吱吱啾啾吼，讲奇怪，啊哪会别丛树仔拢唔去，拢来这丛树啊？吼，啊我就给一篇给号做小麻雀的下午茶。为啥物？你看我遐个麻雀吼，大个拢穿衫嘞吼，人讲麻雀拢安尼，咱看拢赤赤有无吼？哦，啊我咱普通像咱若讲要去啉者下午茶，咱嘛会小啊装整嘞，穿较水一嘞吼。啊，你看迄招迄顶冠吼，啊有穿青、穿桥、穿迄个红的三环嘿啊，伊安那个花枝招展，对啊，啊，拢种种出来，啊，就做咱的社会百象啦，吼，啊，有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啊，目睭看我对，即人讲嘿，迄个取财换的啦，迄个一对。伫半路遐，啊一块目睭伫广告。对啊，你看因这个应该算讲朋友甜啊，亲戚爸爸吼，带伫个，嘿，带唔是啊，因就是讲，像咱伫拄拄伊这丛树啊，见吼，我一间迄个咖啡店，咖啡店咱即摆迄个 Starbucks 吼，就是迄个做当迄个口译员啊，讲，就是伊个迄个啊吼，啊我就讲，嘿。是咪你嘛来下午茶安尼啦？啊，将这麻雀吼弄个拟人化，每一个也有带囡仔出抱囡仔出来，甲朋友聊开讲的啦吼。也有讲安尼情侣伫约会的时阵吼，啊看囡仔一个穿较水安尼吼，佮目睭佮飘起囡仔去的吼。啊也有迄地婆来吼，穿水水多来吼。啊。反正就是安尼，画甲安尼足欢喜的吼。讲这个一个咱这个社会上吼，你讲像一个公共场所，拢会有这么侪个心态，个人的心思拢无同啦。对。啊，所以画这个鸟啊，像迄个尊君，迄个老师的妈妈看了我画这张吼，伊讲，吼，
你知影我嘛，甲白灵犀穿过衫。哦，用白灵犀当白。你做做一领红红的迄落迄落满的，吼，白灵犀甲抹掉的。无，伊讲伊画白灵犀的时候嘛，讲啊那全白嘛无意思吼，伊代表白灵犀嘛，拢个穿颜色的衫类吼。啊，伊说老师伊妈妈看了我这张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就讲，哇。啊，咱两个有相通的位啊，所以拢会互相疼惜。迄个老师的妈妈叫做迄个陈月丽老师吼，伊嘛是算讲一个老画家吼。我甲伊，你看人伊的，伊即马九十几岁，伊的健保卡嘛用。哦，身体足用的，伊全部的精神拢伫画图，对，所以亚叔伊电话讲问讲，啊，你画图恁翁会甲你？禁忌无，我讲敢会袂啦，用我较早画图拢互阮翁拍。哎呦，救人哦！对啊，所以讲吼，伊个画图的过程吼，就是讲安尼拢真辛苦啦。啊，我是讲我就开始画图，到即摆拢足快乐的，所以我画的物件吼，真少讲对啊，真少讲有安尼真悲伤的，迄个景吼，迄个颜色色吼。像我伊刚摕一个，拢规本拢幽幽暗暗，拢蓝色安尼，啊，就知影讲哦，伊这个就敢那，头下时我看讲，啊，这个唔就敢那得到忧郁症，啊，不要讲，该问者讲啊，无影无照，你讲啊对，我忧郁症足严重啊，伊讲伊迄个画家讲哦，因家要出去街啊路吼，啊，到迄个山路啊，啊，足久才来一班迄个巴士吼，啊，伊就徛遐等巴士，啊，徛在遐戆戆地啊，啊，迄巴士就下足。紧的安尼，咻一个就过去啊！讲伊讲安尼，一个大查甫人哦，讲看到迄个巴士，讲伫伊的面头前过也无停哦，啊，伊做伊走安尼哦，讲伊就目屎流落来呢。啊，讲伊迄天伊才开始讲，咦，奇怪，啊，我那一个大查甫人，我当当有身份的人，我徛在遮徛遐久，啊，等一班车伊无停，速者过，啊，我哪会安尼急，啊，佫悲哀讲我。车都不爱让我坐，安尼目屎流落。伊才知影讲啊，我可能有病了。啊，才去看，才知影讲有迄落已经严重的那个有疾病安尼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你画你的图，你看伊的图拢乌青，吼乌暗暗，啊，你的图拢安尼很阳光，很漂亮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人个心情哈，你说面甲面相拢同款啦，吼，相由心生嘛，吼。啊，你心肝来想啥物吼，啊画出来就啥物嘛。啊，咱就是讲足天真的，我就讲我将来嘛袂讲去想啥款啦，就想讲啊，只要咱将这个水的物件吼，甲大家分享吼，啊，就是咱的快乐嘛，甲大家感染，互大家甲咱同齐快乐吼。啊，这就是讲分享的快乐啦。嘿啦，啊，你这个你有来写啥无？这个贵妻的这个家族，有白鸟家族，白鸟家族哈，像什么，我来讲，小麻雀的下午茶哈，每天午后走在忠孝东路三段的行人道上，一排白千层陪在身边，独钟这颗群鸟聚集，他们三姑六婆七嘴八舌，忍不住一窥究竟。莫非这是你们的 Starbucks 星巴克嘛？哈，来杯愉快的下午茶，有快乐无？有啊！所以以前那个哩九五年画展的时阵哈，我听讲去剥一个这个白天城的皮，将这箱撕下来顶悬，哈，啊，将个搞遐，安尼十年啊，我迄天摕出来哈，迄树仔皮还阁好好，里腰水水，还阁拢掉嘞，嘿，对啊，安尼哈。对啊，今嘛我奇怪，我就爱迄落大丛树开大花哦，嘿啊！啊，迄阵阵啊，即丛嘛是拄好伫后门的时阵吼，哦，啊，行过的时候，哪有即落花遮大蕊嫩伫遮，安尼捡起来看吼，所以你迄刺桐的花是较细蕊，吼，只要咱枕头啊大尔，哦，啊，伊即个落一蕊草，咱半手遮尔大安尼吼，啊，伊的花嘛是安尼，哇，佫
捆金边的啦，是是，对啊，空金顺，空金顺的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吼，我从伊感觉讲，哇，这是咪伫天顶面落来？哦哦，你看我这后面画迄落咱迄个天山，咱迄个极乐世界的山，你看伊的山、甲云、甲海，吼，拢是迄个彩色的、五彩的，然后甲咱我讲的天同款，吼，彩虹的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感觉伊是天顶的火炼落来的，啊，我这篇个叫做惊艳。哦，哈，惊艳，伊叫做惊艳，惊艳，迄个艳了，艳丽，艳吼，所以咱爱哇，惊为天上掉下来的花，哈，有伊的学名叫火艳啦，火焰，火焰花，哎呀，火焰花，哈，啊，伊的迄个啊，我向阵啊就讲，迄个暗时啊，我拄好要去遐上课。啊，就是看到伊安尼，伫墙围啊，卡捡了这三类，我嘛给捡的，迄个教室内底各个画出来安尼吼，啊，从伊的这个形，甲伊其实甲伊的这个咱气道吼，有一点伊感觉啊，只是同款吼，啊，不过伊加较大类，嘿，啊，伊的花色嘛真水安尼吼，迄啊，我迄阵就给写一个感叹，讲咱讲哇。这个颜色甲造型吼，予咱感觉讲，这做物哪会遮尼啊神奇吼？啊，我嘛加写一首诗啦吼，加讲感谢阴暗的风，遐尼啊透，将你背落涂骹兜，莫非有缘才会小拄头？画你的风采是遐尼啊美妙的安排。空金贵气滚边是啥人用心剪裁？画你的体态是遐尼啊光彩，敢讲你是天顶凤凰落凤凰落凡来？嗯，有感觉。有影有影，伊的这个高贵的迄个感觉吼，伊甲迄个气动完全无同款的迄个形体安尼。啊，伊就是我来讲，迄花的造型嘛是真一只鸟啊，足济花你个注意看，你个睇起，它真亲像拢像一只鸟啊同款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讲啊，我爱花的人就是拢会去个注意甲伊安尼点点滴滴落去吼。啊，现在画起来我讲哇，这个。正经好惊艳啦，吼，互咱安尼惊讲哇，哪有这么水的花安尼吼？啊，咱即马最后再来讲这个，即摆就是咧啊，这个脚踏车，这是桥嘛，桥卡嘛，桥卡对，这原来你上客的人，无这算阮厝边啊，吼，啊厝边啊两个人吼，啊两个人就讲。小少骑矿民车访问的时阵吼，啊去到迄个位吼，去到迄个位讲，咱讲休困嘞，吼，两个你加看我画甲安尼吼，两台客伊个迄个脚踏车加放个边啊吼，鞋啊加歇一边吼，啊两个倒去遐，阮两个走伊兼我走一两回啊安尼啦吼，啊两个哩回忆讲咱，美丽的两个美丽的小少女啊，无啦，两个就讲安尼，咱迄阵即走几2004年嘛吼，迄个啊画个物件，迄阵阵啊就感觉讲。两个人吼，啊，伫迄个夕阳下，你看迄日头吼，黄昏的迄个啊吼，对啊对啊，啊，两个感叹讲，咱安尼一生啊，踏入这个人的家门安尼吼，哦，伊早拢讲拢少妇，对啊对啊，两个讲受，人古早人讲受翁妻毋好受某弟啦，因翁嘛足严的安尼啦吼，啊，伊若有当一寡心事嘛会讲互我听安尼吼，啊，两个倒遐啊，伫唱咱古早的歌安尼吼，啊，两个伫遐。讲心事，啊，等下倒在迄个青青草原上，安尼吼放松啦，啊，即北斗应该号名叫，号做唐阳夕阳里啦。哦，唔是讲幽静哈。无啊，我结果讲出，啊，所以我嘛有写一首歌啦，吼，我用看要用念的来念吼，讲，遐嘛用国语写，吼。夕阳低下，晚风轻吹，唐阳在青青草地上。多少回忆涌上心头啊！无数老歌一首一首，我唱你和，为何？为何往事难以回首？时光荏苒，尘嚣所烦，依旧是刻在我的脸上。
多少伤感伤涌上心头啊，无限心酸，此时此刻本该遗忘，为何为何触景又心伤，往事如烟不堪回首，就让它静静地流走，不必在意多么难舍啊，多少坎坷已然接受，无怨无愁，从此从此不再忧愁。这是我用一首唐阳西洋下的歌，嘛等于讲，你咧因咧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励，诶，迄款的迄个心情啦。从迄个一挂安尼心思吼，啊，咱两个人啊，足好诶，迄个啊友情安尼吼。啊，即卖还阁有甲伊联络无？有啊，伊还住伫阮楼下。伊伫共做衫嘛吼，啊所以讲两个我若安尼有当我若有一个好物件，我嘛去甲伊分享诶。啊，伊嘛会将伊诶一寡安尼委屈吼，讲互我听。所以讲，关键哦，你啊，足好命诶吼，你诶友情拢会当持久，啊，拢也阁有缘分。有诶友情足好诶，但是因为住啊伤远，也是讲工作诶环境无同，好是好，啊，但是拢无时间通好定斗阵。你甲伊好，阁定定有通啊见面安尼，即就有影啊福气啦，安尼。我是拢希望会当帮你诶福气，讲人甲人中间足好诶友情，爱安怎来珍惜甲维系啦。哦，安尼，啊，今足感谢你甲咱啊带来这安尼，啊，咱今日就到遮就好，好哈。啊，希望讲大家咱海内外乡亲时代，你你诶友情甲咱原乡诶友情同款，拢永远伫咧安尼啦，吼。好好哈，感谢。感恩。